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在吗？大家在吗？嗨，嗨哈嗨，我是吴尊。今天呢，来自星星的是晚上11点，有上一次我们的北海岸恐怖旅社的下集，所以呢，今天要来跟大家见面。大家上一集有看吗？有没有看？有没有看呢？我现在走在西来乡往，络绎不绝，门庭若市，车水马龙，市声鼎沸的东区街头。耶、yeah, ！我刚吃完饭，然后很开心，来跟大家直播聊聊天，问问看大家最近的近况啊，然后也顺便宣传一下，等等晚上11点26台未来。来自星星的是逃跑吧好兄弟，嘿嘿，见鬼了，兄弟要逃跑了，没错，应该是兄妹要逃跑，对啊，然后很好玩，我现在在 Zara 门口，对，嗨，你好，嘉玲，嗨，尹山，大家有看吗？今天蛮好玩的，蛮开心的，今天我去玩，录了一个节目叫后宫甄嬛传，然后玩游戏玩了整个早上加下午，对，非常的累，可是看到大家我就醒了。今天大热门有我，今天大热门播什么？怎么会看到我？不习惯吴尊了怎么办？你们还是得习惯，因为之后吴尊真真都会出现哦。嗨，小妞，简小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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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，我今天穿背橘哦，嘿嘿，我今天穿背橘哦。好，我是真真，对啊，我是真真啊。然后我现在要前往去取车，等等呢，想要去走走，放松一下，因为这阵子其实蛮累的，好像也没这么累，对。可是看到你们就开心了。哎、欸，我现在因为我现在真的太累了，因为我现在脑袋超僵的，有点不知道说什么。总之 ，anyway 呢，今天播下半集，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准时收看《来自星星的是逃跑吧，好兄弟》。对，今天大家都在干嘛？今天礼拜五，哎、欸，今天 Friday night， 大家在干嘛？有出去玩吗？还都在家里呢，不可以出去玩哦。Friday night 是不可以出去玩的哦。Friday night 要在家里看《来自星星的事》哦，《逃跑吧好兄弟》。然后这一次我觉得很酷的是他，后面有一些挑战其实蛮恐怖的。然后Eason又看到发现一些特别的东西，对。然后我现在镜头呈现一个美肌的状态，因为我镜头糊掉了。可是我刚刚已经插了，他还是没有办法解糊哎。每次我们去探访地点，身体会不舒服吗？不会啊，其实不太会不舒服。就还好，因为我觉得我个人的观念跟想法是说，好兄弟也是人变的，那人是善良的，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善良的，而且我没有什么做什么太多对他们不好的事情，或是让他们不开心的事情，对，但我们还是很有礼貌，会跟他们打招呼哦。老公医生呢？医生应该等等也会用直播跟大家见面哦。医生现在比较幸福，因为现在外景有真正做饭。你老公呢？都跟美女聊天，我哪有跟美女聊天？哦，你说真正吗？对，而且这一集我还有就是。小小透露一下，这一集还有看到很多头。什么很多头呢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看了就知道，很多头。不是手指头，是真的头，很多头。上课，你们今天在上课？这么早就上课，为什么？今天是暑假不是吗？怎么会上课？对啊，第一次看到正常的男生。等一下，我抓一下头。头很痒，呀、yeah. ，
每次看到都会吓个半死。我在指引我朋友往右边走，往右往右。我先回车上拿个帽子。叫我名字，佩奇 ，Peggy，Peggy 你好。鬼灯奖做完了，是吗？主会保佑你，没错，上帝会罩我，放心。康哥体质敏感，不会去外景。就算他体质不敏感，他也不会去外景。对啊，现在目前累计的人有330个喽。我有玩宝可梦吗？没有哎，我只玩两天，我就没再玩了。嗯，因为工作比较忙，所以比较没有时间玩宝可梦。嗯，我也很想跟大家一起收服神奇宝贝。嗨，小妞，吴尊真真加油，爱心。吃饱，大哥，不好意思，计程车。好，我现在手其实这样举着是蛮酸的，没关系，我拿着啊，没关系 ，It's OK。真真叫我，靠，这字怎么念啊？怕湿吗？开始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真真可以叫我名字，好啊，那我可以留在鬼屋再叫你的名字吗？嗨，真真吃饱了吗？是骂我靠腰的意思吗？哎，我刚讲脏话，我吃饱了哦。我没有腰，我很饱。要不我腰我就拜。你有会马来西亚吗？阿巴卡巴，最近比较没有去马来西亚，但之后应该会去。嗯哼，对，之后应该会常去马来西亚，因为我一直想去马来西亚玩。马来西亚推荐去哪里玩吗？我也叫我名字彩珍呢。请问珍珍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？我是基督教的哦。我后面车好亮哦，打远灯，提醒各位以后开车啊、骑车啊，拜托没事不要打远灯，因为真的好亮。然后这一集呢，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，有一关是我觉得我好像被推了，被推下来。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被推下来呢？等一下看就知道。我并不是故意要逃跑任务哦，我也并不是故意要躲避任务，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好像有人把我推下来，所以，嗯哼，蛮刺激的这一集。然后医生有看到一些很特别又神秘的东西，到底看到的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对啊，等一下我要回去看一下。电视，嗨，你们好，现在开始播了吗？哦，11点嘞，11点喽，你们要打开电视，准时收看。来自星星也是涛爸爸好兄弟，好吗？我会陪你们一起看哦，那就待会电视见喽，拜拜。